保罗在罗马书在格林多前书说，如今我把最妙的道指给你，就是爱。所以呢，说如果我知道天使的话，你能讲说天使的话，你就是明德罗想的场，你讲方言。如果我先知讲到，我知道天上的奥秘，会明白各样的知识，但是我没有爱，你算不得什么。对吧？对。那罗马书的第五章第八节说什么是爱呢？说爱就是在耶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在约翰一书呢，讲到说约翰一书第三章说，第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所以牧师是不是同意说我们神说最妙的道就是爱？对，这是同意的。那我们爱呢，是因为神先爱我们。对，牧师也同意的。好，那我想问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爱？因为保罗在以弗所书也讲到说我祷告让你们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所以你刚才讲到说，我们有很多的你要有能力的信徒，那我讲按照神的心意说，神就是爱，最有能力的信徒就是最能活出神的爱的信徒。对，你同意这样？那我的问题是说，怎么能够把你接受神多少爱，你才能够活出神多少爱？因为我们没有爱，我们只有从神领受来，我们才能得到，才能够去把神的爱活出来。是的，那我们怎么能够领受更多神的爱？对，因为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里面讲到最妙的道是讲爱，前一讲到属灵的恩赐是吧？十二章讲到属灵的恩赐，前后都讲到属灵的恩赐，但是中间就插着一段叫做讲爱。所以保罗说到，如果你有属灵的恩赐，却没有爱，你所有的恩赐都等于无用啊！这个是灵恩里面的范围了。是吧？灵恩神学里面的范围呢，就是我们谈到属灵的恩赐，但是我们绝对不会高举属灵的恩赐，我们要高举的是那个爱。比如我们在蜜期里面呢，在蜜期里面呢，我们就追求一个爱，就是一个人能够活到主面前，是圣灵在罗马书第五章五节，圣灵是用神的爱浇灌我们的，所以你看见这个爱，你要我什么爱？其实不是我自己去爱。乃是圣灵啊，从上头来把神的爱 ，God's love, divine love。因为一个人如果不懂得爱神呢，他绝对也不懂得爱人了。但是如果他说太爱神，但是他不懂得爱人，他的爱也是假的，是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就是如果我们能够有彼此相爱的心，神爱神的心。就在我们身上得以完全啊！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这个爱，所以我们谈灵恩的时候，我们就谈到能力、权柄、恩赐，因为这个是完全为了什么？服事。恩赐是为了服事，不是叫你哦，我有能力的。恩赐叫你能够服事教会，又能够服事他人。这个服事是什么？爱的服事。所以你与主同父一儿，主什么是服事？世界上的人，你也要怎么去服侍什么人的人？或者你讲到是男孩子 kingship， 男孩子就谈到 kingship， 这样慢慢跟你们谈。但是 kingship 里面，大卫王者他服侍了哪个世代的人，还是谈到那个服侍。所以爱是离不开服侍的。所以我们一周来的时候看开始的时候的那个节里也还没有到，就是主神座。六天他做完了造物之功，然后第七天第八天后面是什么？他是用全能托住万有，他不断的去用爱。这个全能托住万有是什么？爱呀！如果他不托住万有，我们都灭亡了，是吧？所以他在这个整个的救赎的里面，基督的出现，这个 grand process of salvation 也是什么？爱。所以整个这个爱的，无论你在灵恩神学里面高举的。绝对不是恩赐，绝对不是能力，绝对是爱。所以哥林多前书就是架在那个恩赐的中间。然后在密契里面谈到是爱神爱人，怎么能够爱神呢？怎样子呢？圣经讲得清楚，
就是我们在众人里面，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爱神的心就在你们身上完全。当然继续讲下去啊，角色讲到你们爱人如己啊，要仇敌也要爱啊，是吗？逼迫你的人也要爱他，是吗？打你的左面啊，冲动这些都是爱。爱是一个完全邪极的，就达到一个什么亡我的人 selflessness 才能够达到爱的高峰。你要太多挤在里面，你的爱不高峰啊。所以密契里面所讲的什么破碎，实在的破碎是为了什么？破碎你这个人，让你里面的灵能够真的懂得爱。所以如果你问我什么样东西要我让我们能够最懂得爱呢？第一，我们知道爱是从神他们来，罗马书第五章五节，是吧？第二，就是我们顺服在神的手里面，在十字架的功课里面顺服的柔和谦卑，我们才懂得怎么能够爱，是吧？然后我们要在属灵里面透过我们的灵修，灵修就是对神的爱的表现，特别的追求。我的灵修其实不是爱人，是爱神，是吧？所以我们的祷告，我们透过祷告，我们透过读经，我们透过唱诗赞美，在房间里面关起门来，做什么？你将主倾倒你的爱情，这样子你要进到他的幔内，要爱到他到什么地步呢？好像良人啊，对基督是良人。这个是John Owen， 约翰·欧文，他讲的那个神学论调是非常美的。我们要爱神如天，那个神如同天父，我们要爱圣灵如同我们的朋友与同工，爱基督如同良人。你看见这个爱的层次不一样，你爱父跟你爱丈夫是不一样的，你爱丈夫跟你爱朋友也不一样的。所以这个爱呢，在灵修神学里面呢谈得很清楚，整个灵修神学就是爱的神学，祷告精华所在，祷告就是爱，是吗？所以这个爱呢，我们可以讲七天七人节嘛，但是那个主要问题就是我们那个三元神学呢，每一个范围里面它的终极点都是认识主的爱。明天我们谈到那个你要与众生徒才能够明白神爱的强或高深。所以告诉你，真正属灵的东西你在家里面是练不出来，需要有一个教会。金灯台是在这个教会里面教你这个爱，要与众生徒一同的才能够明白它的强或高深。因为圣经说你们我们爱是因为神仙爱我们，对，所以我们的爱在我们里边没有良善啊，因为立志有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由不得我，这是圣经的话。所以我们的爱是不能够靠我们的修炼修行来达到的啊，是要靠是因为神仙爱我们。对，要牧师同意这个。所以那我的问题是说，能不能解释一下说我们怎么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爱，从我们才能够有神的爱活出来。我们如何才能够啊？你说今天我下午问你问题说，我说这个修炼敬虔啊，操练敬虔到底怎么样操练啊？那我想这个有跟这有关系的问题，到底怎么样能够得到从神来的基督的爱？所以像保罗说，使我们能够明白神的爱是超过人所能测度的，何等的长阔高深。对啊，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更多神的爱？因为我们得到更多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有爱爱出去，否则的话我们的爱是从我们肉体出来的，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从肉体出来的爱不能讨神的喜悦。不是，我完全同意。对，好像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敬虔是很重要，是吧？因为我们谈到这个敬虔是雅各书你们所讲的那清洁无瑕疵的敬虔，就是照顾患难里面的孤儿寡妇，这个是对外的，是吧？对人的爱。然后下面两句叫不奸淫戏谑，不奸淫戏谑，因为与戏谑为友的就是与神为仇啊。所以你看见主耶稣说你不要爱世界，如果你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于里面，是吗？所以当然是神把
圣灵把基督的爱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但是我们这个爱要慢慢的长成，是我们 part of our life， 是吧？这神就是爱，就是代表这个爱是他的一个终极的属性里面的代表。所以我们在追求里面呢，开始的时候呢，我们就是爱人如己，尽我们的力量，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的去爱神。但是这个爱不完全的，但是你一直在尽心尽意尽心尽力。所以我们讲到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爱，当然是啊，但是是我们也要尽心尽意尽心尽力，所以我们也要尽，但是靠你怎么尽你都不成的。这是不是告诉唯有圣灵他帮助我们才能够认识神爱。所以在密契里面呢，也绝对不是练什么来得着明白神爱，绝对不是。所以密契讲了什么？主啊，如果你吸引我，我就快跑跟随你。什么意思？就是你等候在神面前，等候着他。如果他不吸引我，我都不能够跟随他。但是如果他吸引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你会影响着一群人去跟随他走。所以一个人属灵的人爱主，会引到着一群人去爱主的。所以你看见任何一个时代，当然我们谈到看到什么时代的新的使命啊，圣灵的脚步等等，但是你会看见一个神的全道人，他的一生，他的所为，他的所讲，他做的事情，有没有显出神的爱？当然我们都不完全，是我把我200万的钱，一分钱通通奉献给神的国，我现在自己什么都没有，我的房子到现在为止好，这些年摊账，我都没有资格，银行没有钱，没有资格去 refinance my home。我的 home 哪来的时候也不需要钱当配的，这是神给我的怜悯。但是如果我要有钱，我基本上200万已经可以 OK 了，我要退休是吧？但是我奉献一切，所有我们一生里面，我在教会里面服侍这么多年，我母亲也奉献很多年，我都没有收圣水。你们看见这样子不是？我真的觉得，其实我是可以受圣水，但是我不愿意受圣水。其实我看见那个甘夫人了，那个不甘人 ，Mother Teresa， 她一生的传道，她有200万的那个诺布尔的奖金，但她死的时候什么？一箱鞋子，一个桌子，一个桌子写书，一张床，2套衣服，什么都没有。说这个呢，行为啊，你要看一个传道人呢，你要看他的一生，他奉献多少。所以谈到完全摆上呢，我相信我争取做得到。我有服侍教会这么多年，其实我没有收钱。如果神给我奉献，我这边收来，哪边出去。我去中国教会服侍的时候，我的太太就跟我一同的放下那个工作，一同去。就是没有圣水的，是凭着信心来中国里面服，我没有教会来支持我的事工的。今天为止呢，其实我都不需要教会支持我的事工，是神真的不足的祝福。所以做全道人，他们可以讲能力，有很多很多能力，有很多人读很多博士，是吧？所以我读了博士，我不会让自己来赞扬，哎，我读什么神的博士，因为拿神学的博士来炫耀自己的，这个是人该人的记忆，什么地理的出产都是，看我能够种那么多的东西，我现在奉献地理去。神要的是约伯的记忆，约伯的记忆，我在讲到，是不是亚伯的记忆，是不是讲到我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需要他的恩典，是吗？我是靠着他的恩典而活。所以谈到爱呢，要不是看你的讲道。谁不可以讲一遍好道是吧？你基督都可以讲一遍好道，但是你看他的人生，看他的 bank account， 看他的支出，看他的收入，看他不是一天两天，看他几十年怎么的活过来，对神家的服侍，能够没有怨尤的一己的服侍，没有为自己。所以我常常呢，很喜欢尼托森所讲的，是吧？他在讲什么呢？他说啊，我要倾尽去爱，但是不要求回报。
我要倾倒，但是不希望寄望回流。这个就是一个我其实呢，在我一生里面呢，真的有一个很好的母亲或者婆婆，她教导我怎么爱神。我从小的时候，我就有一个走徒的父亲，这个走徒的父亲逼着我呢，我其他孩子去玩啊，打波打球我都不去了，我就去那跪在房间祷告。我真的祷告到那个裤子穿了，那个石头盖穿了，我哭到不得了，哭到那个 sofa 嘛，都是每一次祷告完都是满有眼泪。每一次在讲到从1999年开始，每一次讲到哪一天前面一天我都进食，我都在那个店里面等候着神给我的信息。所以我是在店里面呢，每一个门我在包着那个门，我在那里哭，所以他们每一个门的地方都很有我很多很多的眼泪。真正的爱是在行动里面讲出来。我很少跟你们谈我的一生，但是如果谈我的一生，谈我的母亲，谈我的婆婆，我的婆婆坐在椅子上突然间扑倒在地上，她不是首先要看自己有没有受伤，几十岁的人她首先就扑倒在神面前，主啊，我错了什么地方，是不是你惩罚我，是吧？每一次他来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做的工作很辛苦，背锅带了几个孩子，就每一次拿了这个银子，我就看见他每一次奉献拿着那个20块钱洗得干干净净，烫得平平的，包得好好的奉献。有一个月他突然间没有工作做，他就很哭，他不是哭他没有工作做，他是哭我这个月没有钱可以奉献给神，没有这个20块钱。说禁食祷告，他流泪祷告，带着我们流泪祷告，祷告到2个礼拜，突然之间有人送一盒的那个饼干给他，这个饼干后面有一个信封，里面有一张20块钱的银子，然后他就在那里欢呼，告诉我们说神只听祷告了，所以就小心翼翼的啊，烫干净、洗干净那个20块钱就奉献。开心翼翼的去奉献这20块钱。我告诉你弟兄姐妹，讲出来好像很小事，如果你今天失业，你会第一时间的哭什么？哭你的失业。谁会哭些？哭哦，我这个月很难奉献，是吧？你求的就求你神给你一份工作，但是他求着求神给我能够奉献，叫我 have not miss a month。所以神在下面的2个礼拜交给他一份工作，所以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呢，我的母亲也是带着我们很苦很苦，然后他到处找教会，找到一个2 hours and above 的教会，在 Chicago 那个时候，我们在住在 Chicago， 找到一个 Science Church 就很远的2个小时，所以他开着冰那个车在冰天雪地，然后去了，带着孩子去了聚会，但是太晚了，所以去了晚上就在住在那个长老的 basement 底下，等着早上起来就聚会。所以通常呢，你会这样子的带领孩子吗？所以你们怎么去影响你的孩子爱神？我知道是神把他的爱浇灌给我们，如果不是他先爱我们，他用什么？用血命来告诉我们接受是爱。所以爱的定义是血命，所以你背十字架就是爱。什么命？血命。舍命。爱就是血命嘛。命爱是 sacrifice。 所以神也叫我们彼此血命。所以神主说什么？圣经怎么说？你们主为我们血命，你们也要为弟兄血命。你可能不需要为仇敌舍命，但是你需要为弟兄舍命，这个就是教会的圣徒体统。我可以告诉你，你在这个教会，我在你们的全道人，就是如果我要代替对弟兄死，或者我要代替Daniel 姊妹死，我是绝对不会有 second thought 的。When times comes, I'm always prepared.
to die for each other。这个不是很高超的圣真理，这个圣经里面的要求。你们也要为弟兄舍命，这个要 is a order， 是命令词，要。你们要彼此相爱，你们要为弟兄舍命。所以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今天的教会在几条律法的里面已经很亏欠上帝，因为我可以告诉你，今天的教会很少人愿意为旁边的弟兄姐妹舍命，但是我们的教会做得到这点。我可以穷，但是我会尽我的能力叫我的弟兄姐妹可以不穷。这个就是神爱，从对人、对神、对灵修等等。所以我们绝对不会高举任何的什么神学博士啊，什么，如果要高举一样的，就是以基督夸口，因为他在十字架的血命告诉我们爱的最高峰状态是如何。但是不停在这里，我们也要做到这样一点。所以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男孩子如果这个贴章的权柄交给你，你这个教会绝对要好像基督一样活出圣经里面所有的律法，不能够在你身上被掌权的。就是你刚才讲了很多是关于说我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爱神爱人，就是我问的问题是说我们怎么样能够经历更多神的爱，我们才能够活出神的爱。那我这样来解释，就是不是同意？按照约翰一书第三章第十节说，这是爱的定义啊。什么是神的爱？神的爱是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啊，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神的爱了。啊，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对，不是同意。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多的经历神的爱呢？我们就更多的认识我们是罪人。如果不承认我们是罪人的话，我们没有神的爱，因为我们不需要人耶稣为我死，我怎么能够经历神的爱呢？对，所以我更所以罗马书说罪恶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牧师同意这样讲吗？就是罗马书这样讲的。所以当我们更多的认识我们是罪人的时候，我们就更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当我们亲近神的时候，我们越亲近神，因为他是无限圣洁的，他会显出我们是罪人来。牧师记得彼得当他经历了耶稣一网打上来很多的鱼，他第一个反应是说什么？他说，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一个罪人。所以当他经历了神的神迹，当以赛亚在第六章他在圣殿见到神的显现的时候，他第一个反应说，祸哉，我有祸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人中间。所以当我们经历神更多，当我们与神更亲近的时候，我们更多的知道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我们更知道神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牧师是不是同意这样？我同意这个是经历爱的地步。因为以赛亚怎样子的经历神，我们头一次或者开端的时候经历上帝的，就会觉得这个严重的罪恶感。但是这个绝对不是终极，如果是终极的话，后面讲到这个与主联合，讲到这个进入幔内尝到他的爱情，愿他用爱与我亲嘴，这个后面哪一段就没有了基督教。所以基督教当然我们讲到这个，就是你讲这个治罪，治罪是一个爱的表现。因为我们越遇见上帝，我们就越治罪，知道我们是罪人，这个是救恩的起变，是这样子的。所以保罗说到，我是罪人里面的罪魁，这个他们的，所以你知道保罗真的是非常清楚知道自己。但是他后面还有一句的，但是我今天成了何等让的人。所以我们所讲的就是这个爱的这个旅程啊，不是永远从头到尾都是以治罪为作为这个评价。就好像以赛亚见到神都是我活在
但是以后以赛亚再见神的时候，他不是每次见到神都是觉得内疚念旧，因为神会把我们洁净啊。所以洁净的时候，主耶稣都对着门徒说：“现在什么？我以前是称你们为仆人，但是仆人不明白主的意思。现在我称你们为朋友，所以你看见那个关系已经在改变。他最后教会被完全的时候，基督是头，教会是身体，教会是以基督的信父，他是我们的主人。所以按照救主这个层次来说，我们一看见救主，我们就越自罪。但是我们看见良人的时候呢，这个信父，我可以告诉你，那个丈夫绝对不要他的妻子常常这样自罪自罪，我不配，我不配，我自罪，是吧？这个是生命里面的长成。我刚刚说，这个不是我们说贬低，就是整个的爱的旅程里面有不同的层次，是吧？所以我们罪人开始的时候，其实到每一个层次，我们都会自罪。明天的这个道理呢，如果你有信心，会解答这个问题，解得很好。为什么我们要进入一个完整在天上样式的敬拜？因为只有这个天上样式的敬拜，有金灯台，它有几个层片。刚讲过金灯台，金灯台就是神道的光照，道越光照的强，我们就越明白上帝，认识上帝。我们唯有认识上帝越深入，我们才能够越来越爱他。如果你不认识他，这个爱是很肤浅的，是吧？你的侍奉很肤浅的，你的敬拜也很肤浅的。但是一个教会如果要进入成熟的时候，成全被成全的时候，完全的时候，所以努力要进到完全地步的。我们不是永远在哪里觉得自己是罪人，当然我们是永远是罪人。 We are also a sinner and we are also a saint， 这个是神学里面讲的嘛，对不对？所以 at the same time we are the saint of God， 当然我们是 sinner saved by grace， 但是同一时间我们是 the saint of God， 所以两边出现，是吧？所以谈到这个救主的时候，我们好像罪人爱他侍奉他，他是我们的上帝。但谈到这个 kingship 的时候，我们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们这是什么？与他圣灵同工啊，是吧？我们与主同作王的时候，后面是有人是与主同作王的。难道我们与主同作王的时候，哪一些经文就是哦，我们是罪人里面的罪魁？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说：“我也把你跟我的荣耀赐给他们了，叫他们也能够合一为一，好像我跟你的合一为一一样。”你看见那个生命已经成熟的地步，其实没有很多地方谈到罪，你是被成全的。所以在罗马书讲得很清楚，我们被召来的人也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最后一句讲的什么？叫他们的荣耀。基督教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罪，我们蒙羞恩，我们在那个喜乐的那个得救里面，我们感谢上帝。但是我们进入完全的地步的时候，神要我们是什么？彰显他的荣耀。所以啊，这个是爱的旅程，开始的是这样子，对，讲得很对，我非常同意。但是到最后，你爱神，你要彰显他的荣耀。